金至尊珠宝十分荣幸能获得这个奖项。这个奖项是彰显品牌对完善销售服务的坚持和严谨管理，从而获得业界以及消费者的认同及肯定。香港珠宝零售品牌金至尊珠宝一直致力优化所有销售渠道的整体表现，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更加获得香港零售管理协会2021年最佳优质服务零售商大奖旗舰店组别的铜奖。我们一直凭着精湛的工艺与创意设计，亦秉持 3DG 专享服务的服务理念，以无微不至的优良服务态度，不同岗位的同事都将心比心，从心出发，站在顾客立场思考，细心聆听顾客的需求，重视他们的消费体验，让顾客能感受到卓越的专享服务，为顾客带来真挚、时尚、独特的购物体验。 3DG 专享服务更加是品牌一直秉持的服务理念。荣获这个奖项对金至尊珠宝来讲，不单只是一个嘉许，更是一种鼓励。在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品牌亦秉持 3DG 专享服务的服务理念，让消费者从多方面享受与别不同的专享服务，建立以顾客视角出发的优质服务体验。品牌努力不懈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特别将 3DG 品牌印记进一步升华，具体化为6项服务内容标准，务求令每一位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以提升品牌形象及市场竞争力，希望让金至尊珠宝成为顾客心目中首选的珠宝品牌。鉴于疫情依然持续，预期零售业在未来一段日子仍然面对不少的挑战，金至尊珠宝又会怎样积极面对呢？接下来品牌的目标是优化所有销售渠道的整体表现，审慎检视零售网络，为品牌的未来增长作好准备，同时亦因应网上购物的蓬勃发展，在后疫情时代，实体店铺将重新定位。品牌除持续开拓网上业务之外，同时亦提升实体店的营运效率，为顾客带来更贴心的购物体验。随着珠宝零售业市场竞争进一步增加，金至尊珠宝会继续致力将创意设计、精湛工艺巧妙融合在每一件产品上，同时秉持 3DG 专享服务的服务理念，进一步加强与顾客的互动，务求满足顾客的需要，